叫我杰森。嘿，我是大伟。我们今天要来比看看，一人花500块，看谁可以夹的最多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吧。输了怎么办？输了就输了啊。好，好吧，那你开始吧。很没挑战。那个样子看起来就很弱。500块。他为什么没有附盒子哦？分开了，这个坏掉，是钱坏掉还是鸡坏掉？它是人坏掉，猴哥坏掉。可是他只能用，他只能用500了。真的假的？没有啦，它可以500、1000、100都可以啊。我拿冰箱啊。他新的钱够了。要这样。哎。好了，我换了钱换那么久，来啊，选一台吧。我全部都要选，我要先来看一下哪台才可以比较好。好，我终于换完了，那我们先看大伟如何讲。哎，我先把钱收着没？要公平哦，一人都500，不能多拿哦。我刚才换500啊，我先看哪一台比较好夹。看一下，我好想要夹这个鱼竿。你夹哪一只啊？哎，空蛋王。这样两个人都花10块了，我真的要慎选，要不然没办法迎接生。好，我现在夹这什么？你说什么熊去了？大伟如何？哎，这个真的很需要技巧呢。大伟如何？很糟糕，大伟不好。还是我们放弃好不好？所以这次有机会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看，中了啊！拿出来给大家看。我骗人哟！有没有？哎，漏爆了他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又中一只？有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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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落耶！杰森，你要不要去玩那一场？我加看看。钓鱼线，钓鱼竿。动火箭就有机会喽。往前哦。哎。太重。这是技巧。把它弄倒，弄倒夹紧。应该会有机会啊！我觉得这种机器真的设计让人家骗人家钱。
被骗完了。被骗完了，你五百块没有了。对啊，刚刚那个鱼竿有没有？它差点就飞出来了。它有菜渣吗？没有啊。那我手都掉在那里。有没有网友可以教我一下这个要怎么夹？没了啦。先生。那剩二十块啊？有没有二十块？先生。五百块，刚花完，没有半个哎。大伟哥。等一下。没事。我保起来了吗？还不睡了。保起来了，真的保起来了。那老板，现在怎么办？黄金龙湾不玩，那你不玩？那你跟我一个，不玩。就是保险的，他是看洞口是不是？对，他是啊，这是用洞，他没有反应线。啊，我花五百块，我中一个这个，他娃娃买的是520块。哦。来，我们五百块夹完了，我夹了一只，然后你夹了几只？夹两只。好啦，那如果喜欢我们影片，请帮我们按个订阅，然后并且按铃铛，铃铛在他脸上出现。为什么在我脸上？就在脸上啊。好，在我脸上。Okay, 这里。那如果有网友看我们夹的技巧要怎么加强，在下面留言。OK， 今天就这样了，拜拜。